宋总，你想跟我说什么？我想说的是，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。如果你足够出色，允许你在这个地上种点什么。不过，你绝对不可以把自己的房子也盖在这儿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阳光是我的男人。我们有共同的事业，共同的生活。我们两个分享彼此的生活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林梅，如果你喜欢他，你可以远远地站着欣赏他，但你绝对不可以靠近他，懂吗？我要是不这么做呢？你要是不这么做，那我就把栅栏修好，然后把钻进栅栏的东西给赶出去。说实话，我对你的一亩三分地一点都不感兴趣。宋总，你想在里面养什么就养什么，想种什么你就种什么。林梅，拿下一个尿不湿广告你狂什么？如果我是你，一没文凭，二没钞票，三没住房，我也不会用眼睛盯住别人的老公。我会安分守己的打好工，养大自己的孩子。你别忘了，我能把你招进来，就能把你给开出去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给点点买的营养品，跟进口的配方奶粉。医生说啊，他这种年龄最适合吃这种配方奶粉了，营养很丰富。拿着。点点不需要配方奶粉，他只需要一个有工作的妈妈。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宋晶是不是找你说什么了？她是你的女朋友，她说什么了，你可以自己去问她。哎，林梅，你等等等等。宋晶人不坏，就是脾气太坏。她的脾气好坏是你要去应付的事情。我不想因为他的误会丢掉这份工作。你够坦率的。阳光，请你理解我。我只能这样，我要在上海养大我的孩子，我没有权利卷入到任何不必要的纠纷中去。李梅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两个朋友一样好好谈谈呢？我希望和你成为最好的朋友，所以我才这么坦率。只有这样，我们俩在工作上才能成为最好的搭档。相信我，这对我们俩是最好的选择。昨天的存货你可别忘了写进去啊！哪里还有啊？真是个猪脑子，早就用完了。哎，这个礼拜的营业额比上个礼拜多多少？哎呀，我真的说不清，我又不是会计出身，整天你看算啊算的，脑袋都大了。俩人合伙开店嘛，你总得算算清楚啊。合在一起就是一家人吧？哟，这可不行，咱们孤男寡女的。最容易让人产生误会了。
所以咱俩的关系啊，得搞搞清楚。好，不搞了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总行了吧？但我们既然合伙做生意，总得有个互相信任吧。反正我们谁也不会贪污盗窃撬自己的保险箱，整天你的钱我的钱放嘴巴上叫啊叫的，难不难听啊？哟，你现在好像钱多的数不清了。我呀，就对你大方。哟，你别给我设套，我可不会往里跳的啊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好长时间没看见点点了，我要去看看他。哟，不光是看点点吧？嘿，我看谁关你啥事儿啊？点点，好乖的舅舅。嘿，真乖。哟，孩子，气色不错嘛，一看就知道，小日子过得挺滋润的。还行。哎，哪天你和点点过去？我给你俩做几个招牌菜尝尝。好，海老板。半个老板。哟，还差一半呢，什么时候两个人的合资变独资啊？韩梅啊，你来。韩梅，拿着。把站长的债还清。海子哥，你每次来都给我塞钱，不可以的。你不说我是你哥吗？这妹妹拿哥哥的钱有啥不可以的？拿着。这以前咱俩同甘共苦，这一分钱掰两半花的，今天就不可以了。海子哥，你手上这几个钱还不是开饭馆挣的，可是这饭店有你一半，也有玉理姐一半，你往我这儿拿钱不合适。这关他啥事儿啊？你瞧你说的，就算是我给你借钱，玉理姐不同意都不行。嗨，我俩在钱上分的是清清楚楚的。那就更是你的不是了。孩子哥，玉理姐对你那么好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硬生生的拖了人家三年，一个女人能有几个三年啊？我说玉理姐怎么现在对我没有原来那么亲热了呢？八成是对我都是你找的局，赶快把你的钱收起来。我是你哥，你给我分那么清楚干嘛？咱俩都是单身，钱上的事情还是分得清楚点好。阿美，那要是我和他结了婚，你是不是就肯收我钱了？对。阿美，你真的这么想？我就是这么想的。
什么意思啊？结婚吧。啊！哟、啊！哎呀，你疯了！我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？你做梦你不咬我，你咬我！哎呀，海瓜子啊，你呀真是三年不鸣，一鸣惊人！你呀真憋得住啊你！来，给我戴上。没打个招呼就走了，我看你跟玉里姐都已经快忙晕了。再说我明天还要上班呢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哎，这种热闹有时候也挺烦人的，不过人这一辈就这么一次，我也没办法。你还想有几回啊？玉里姐人不错的，好好珍惜。那我走了啊。哎，我送送你。不用了，别把人家新娘子一个人扔在那儿啊！点点，来，让我们祝海瓜子舅舅新婚快乐！祝海瓜子舅舅新婚快乐！阿美，我和玉丽结婚了，你让我办的事儿，我可都办了。你现在没什么顾忌了吧？咱俩现在。可是清清白白的兄妹关系了，你欠那点债，靠你一个人是还不清的。哎呀，今天大伙儿散得这么早啊！人家那叫失相，把好时间都腾给我们，你还不想早点歇了？这么早就睡啊？我还从来没这么早上过床呢。
那我陪你说好话吧。说什么？说什么都行啊。说啥呀？哎呀，今天太累了。啊，不想说，啊，那就睡吧。我还是想睡沙发。睡沙发？今天可是我们的洞房之夜。我还睡沙发吧。我就知道你还没忘了他。孩子哥，我会一直默默地祝福你，永远幸福。吃脏货那会儿，你还不知道在哪个犄角旮旯里呢。老实说呢，我经过的大饭店、大酒楼，多得数不清。吃过的山珍海味，爆出名来，
恐怕你听都没听说过。糟货的味道，还用你来告诉我吗？山珍海味我是没吃过，可大宾馆大酒楼的师傅经常到我们这儿来学做卤菜的。本小姐吃腻了大宾馆大酒楼，难得到你们这儿换换口味儿，怎么，我还得受你的气啊？去，把你们老板给我找来。老板，老板。啊，怎么了？外面有个女客人吵得不行，硬说咱们卤菜变了味儿。哎，那你来换换不就完了吗？她硬说要见你啊。见我？啊，过去看一下好吗？好，走。老板，就是他。啊，小姐怕有什么误会吧？呵，老板来了。你这家店呢，我是慕名而来的，听好朋友说这儿的糟货好吃。哎，海鲜也是直接从渔船上弄来的。啊，对，有点渔家特色。怎么着，出了名就了不得了，店大欺客。哎呦，这哪敢啊，小姐，我们这周围做渔家菜的有十几家，你别看我们店面最小，可我们这菜都是硬碰硬烧出来的。来，您坐，您坐，坐坐坐。小姐是不是对渔家菜还挺熟悉的？哼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从小就是在海边长大的，我的老家就在玉环镇。那就是靠着海的。金丽，你谁呀？你怎么认识我？我当然认识你，当年在玉环镇金福饭店吃白食最多的就是你。哈，你就是林家饭店那小伙计呀？小伙计关你屁事啊！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脸，你整个白骨精投胎，干嘛跑我这儿骗吃骗喝来了啊？你是不是骗吃唐僧肉骗上瘾了？你怎么骂人呢？骂你？我还打你呢！我真替阿妹扇你两巴掌。你敢？我是不敢，我好丑不碰烂肉，你给我滚！滚啊！我是来这儿消费的，你凭什么让我滚出去啊？我花了钱，我就要在这儿慢慢的消遣。哼！嗯，我不做你这生意了，我看你滚不滚！来来来来来，把这菜都收走，倒到泔水缸里喂猪！你，哎，大家啊！我跟大家说说啊，今天没有慢待大家的意思，实在是事出有因。你们看看这女人，你别看长得人模狗样，那心肠比蛇蝎都毒。朋友对她万般好，她就翻脸不认人，恩将仇报。她伙同一个臭流氓，把我老东家一家害得比较惨。老东家是一命呜呼，她女儿呢是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。就这种人还要吃饭，去死吧你！我海瓜子是从来不撒谎的，请大家多包涵啊，多多包涵啊。嗯，海老板，你放心，咱们都信得过你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对。好，有您这句话，我一桌加一菜，免费的，大家吃啊，海着吃。就这女人，照她出门让车压死，吃饭让饭噎死，爬楼让她摔死，生个孩子是白痴。大家吃啊，海着吃。哦，谢谢了，海老板。谢谢，谢谢海老板，哎，你太客气了，谢谢了啊。刚对你的是啊。小姐，哎哎哎，小姐，哎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。你谁呀，啊，你？我跟你说，我就是那个渔家饭馆的老板娘。哎，我找你说点事儿，咱们里边请，好吗？哎，走走走走走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来呀。小姐，
我们做饭店生意的讲究的是和气生财。你这干嘛？我跟你说话。说话就说话，你关什么门啊？你不怕脸红，我还怕丢人呢。你又怎么了？我刚才追那女人去问了，你妹子打小就不是省油的灯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同那臭女人啰嗦，她能臭嘴说了什么屁话？你别没完没了啊！我可告诉你，你要不跟阿妹离得远远的，我跟你没完，我跟你没完，我跟你没完。你疯了你！爹爹，孩子，对不起，你给我起完。好好好好，哎呦，你轻点，你把我舅舅脖子弄疼了啊！那小坏蛋，孩子哥，礼拜天酒楼生意那么忙，你怎么跑我们这儿来了？这不是给你改善生活啊！好久没尝我的手艺了吧？几个家乡菜啊！哎，你这怎么了？啊，没事没事。又跟玉梨姐吵架了吧？玉梨这个人你又不是不了解，经不起别人挑唆，听了点风言风语啊，给他个棒槌他就当真。点点，不玩了啊，回屋洗洗手，咱们吃饭了啊。嗯，哦。你们呀，就是一对欢喜冤家，不见面呢就想，见了面呢又没完没了的吵，真是。你猜我今天看见谁了？谁呀？金帝。他在上海。嗯。哦，他在上海。走，你现在就带我去找他，快！啊。你找他干嘛？你瞅他个样子，哎，一副垃圾相，我早把他扫出去了。哎呀，你可真傻，他一定知道唐昊在哪儿啊。他也未必知道，玉梨追出去问他了，他倒坦白，他说早就让唐昊甩了他了。他这两年在海南，我看这日子也不好过，你看那样变得，哎呀，要撩气的，我差点都认不出来他了。不过玉梨留了个心眼儿，跟了他几步，说是住在疍家路。疍家路，
喂，谁呀？哎呀，赵先生啊，哎，你怎么有时间打电话给我了？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什么？碰头啊？哎，好啊，在哪里呀？真的是你啊！我们有多久没见了？可是老天他已经惩罚我了。妹妹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，你抬抬手，要不我给你跪下。你站起来，你看你都成什么样了，你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？抓疼了吧？我们以后不要再拿阿梅说事了，好不好？我这儿没热水，你凑合着喝吧。现在都在做些什么？开了一家半死不活的美容院，饿不死也赚不了，每天就这么打发日子呗。实在无聊的时候，就喝喝酒，抽抽烟。
反正总有办法消磨时光。丽梅，我当年没给你做证人，你是不是一直挺记恨我的？是啊，我把你伤得太深，这事儿搁谁身上都忘不了。你说我还有没有补救的办法？你说的都是真心话吗？哎呀，我都悔死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两年我天天晚上在做噩梦，老天可以作证。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，只要你能原谅我，只要咱俩能成为好朋友，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我都愿意啊。我今天来看你，已经说明了我的态度。与其说我恨你，不如说我更恨唐昊。应该受到惩罚的是他。丁力，只要你肯帮我，我们就有机会把那个混蛋绳之以法。说话了，我能说什么呢？你还是当年的那个劲头。这事情已经过去三年了，上哪儿说理去？法院的追诉期有12年呢，哪儿没有说理的地方？哈，哎呀，林梅，不是我说你，你现在过得挺滋润的吧？你还有什么想不开的？人到了这个份儿上啊，为了保住这张脸，把自己的过去都藏掖起来了。你何必再去揭那块伤疤呢？至于我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唉，能活到现在这个样子，已经不容易了。过一天算一天呗。金丽，你不该这样想。当初在我那件事情上，说到底是你私心太重，怕得罪唐昊自己吃亏。而且，你对他还抱有幻想。但是你怎么就没有想到，你一旦对他失去利用价值，他同样会对你下毒手啊？金丽，你不是一向会算计吗？你怎么就没有算计算计，唐昊对你对我欠下的债，怎么就没有好好想想？如何去向他报仇？那你在海南吃的那些苦，不就是统统白搭进去了吗？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刚才跟我讲的一大堆补救的话，就全都是口是心非，一文不值。去找他算账。
那你现在告诉我，那个混蛋人在哪儿？啊！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鬼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呢。快点啊你。好好好，我要背着你去周游世界。咱们去美国好不好？不去。去法国呢？不去。英国呢？也不去。哎，那你到底想去哪儿？我去啊，我想去上海。背不动了是不是啊？怎么越走越慢？快点快点啊你。哎，小心小心。哎哎呀哎呀。你想摔死我呀你。对不起对不起。